自动伸缩拉紧器使用方法如下：一、将两个吊钩固定到指定锚点；二、提起黄色提手手柄放置这个位置后；三、手柄来回拉直带越拉越紧；四、确认带子拉紧后手柄留在锁定位置；五、拆卸方式，提起黄色提手并将手柄至解锁点，拉长支带卸载。请注意，在操作过程中请勿空收支带，小心钩子回弹。